什么 ？Hello， 我是雅丽，来 ，say hello， 大家 say hello。Hello。我们现在在马耳他的首都，叫啥来着？瓦莱达，对，叫瓦莱达。瓦莱达。看，我们已经在穿梭在他们的这里的大街小巷。街头小巷。对，哇，这样好看。阿贝拉贝贝丽子 ，Hello。这边好热。我们刚才酒店出来的时候还有点小风，然后大家就穿了件小外套，现在大太阳底下感觉有点热。我们现在在马耳他首都瓦莱达这里我们想当年坐游轮的时候有一个站就在这里，所以很熟悉。确实这里热，短袖，我们穿太厚了，还穿了一件小外套。看他们都是短衣短裤的。哇哦，看到海了，来来，开始给你们拍照。哇哦，这个美的嘞。哦，应该在那边拍，那边好看。我印象当中那年夏季来的人山人海，哪轮得到我们拍照啊？现在没有，夏天比较热，那时候也没有心情拍照。对，主要是你没心情拍啊，那就没有照片。对，现在空气刚刚好，真的。我发现马耳他一定要这个季节来，这个季节舒服。其实也热，不热，现在刚刚好，风有点凉风。12月25，2022年。赶紧，对对对，来个 say hello 一下。Merry Christmas。记录一下，今年是2022年12月25，我们在马耳他首都这过，等。现在已经开始热了。我早上也是。他们后悔没有穿短裤。那现在要，对，坐电梯下去。这个好便宜，只要1块钱。对，要到下面的。想当年我们坐游轮的话，就是从下面上来的，他的游轮就停在下面。Hello. Yeah. 你问他孩子要钱吗？两个小的不要，其他的要。1块钱。1块钱，费用好低啊。来，看他们去。是不是都来了？还缺个谁啊？还缺谁啊？缺谁啊？缺给我。这三个房间都是那么一大批的，只是个子小而已，人是到的那个。他电梯是自己，哇，小王，这个你们可以往下吗？这下来有点快啊。收一个，看。太吓人了。吓人是啥吗？哪里快吗？这电梯下来是有点快哎。美女本来想睡觉的，一下子被你们吓醒了。美女这个太好玩了。哦，这个是有点快上来下来。但他的心脏也下了吧，往下了。哎呦，到了！大美女，真是的。换个什么衣服直接去了？有人吗？没人。啊。我都记得，想当年我们来的时候，这里人山人海的。今天多好。这里不应该夏天来的，就是这个季节。对呀、啊。最舒服。对，最舒服。往上看。哦、啊、对，我们就哇，这个小船可以、啊、我觉得这个船可以啊，我们刚刚好。大贝贝你问一下呢，还有一艘吗呢？大贝贝你问他一下还有没有艘。再来一艘，那个今天有生意来了。对，我们要单独一艘。我们十个人去。来了。这个船连个棚都没有，刚才那个船还有个棚。我们现在分两艘船，每一艘坐5个人。他是总共65块钱吗？是的，20分钟。30分钟，总共65块。你10分钟都够。那十个人，五个大人，谁上？不是，我要跟你坐一块儿。Sophie， 我们跟妈妈坐。待会儿。对对对对，你坐，哎，我坐中间给你们平衡。来，你来了。哦，他其实这个，那用我妈打的。啊啊，你包那是你的吗？好吧。哦，我还以为他弄那个，他弄那个还好一点，为啥？我喜欢这种摇啊摇，摇啊摇的感觉。功德罗。对啊，马达的太快了。
来来来来来。哇！太舒服了，这个风的温度刚刚好。地中海。然后顺便这样子看光光。前面就是瓦莱达，马耳他的首都。然后这个是另外一个城市了。我带了一座了，三个岛。这里一共三个岛。那你都不怕哦？那你是不怕，他最好都跳下去了。哎呀，哎呀，他们离我们好远啊！哇，竟然有一艘这么大的游艇这里。对啊，你哪天有钱了买艘这样的给我？你哪天有钱了给我买这个？你等着吧，我给你做个纸的。说不定纸的那么大的也可以。回去做个玩具这个给爸爸。澳大利亚的。这里好好多艘豪华游艇，而且都是那种大游艇。哎，这些都得租位置，得付费。这种是小游艇，私人的吗？小游艇。哎呦，还好全程不是他这个，我跟你讲。我现在累死了，半个小时我要累到一。全程他这样子，我们这船上这么摇起来了吗？对，摇半个小时，我们腰也散了。他那个没有的，他那个就是专业的，你开到那，这个人怕撞到了，所以手动有。没有，我觉得他这个挺好的。干个啥？双手都抱不起来。我的背，我看。不是，你试一下单手，那包手臂包拿起来。腰啊！赶紧，来来来来来。算了。不对，你们两个深情对话，深情对话。这都为了，这都为了，无聊。来来来，再上来呢？你抱我。等一下，爸爸。等一下，小心点！哎呀，待会你就站在后面拍照，赶紧往后点，往后，赶紧往后，很重的呢。往后，先往后 ，OK。今天是圣诞节，有些店没开门，但有一些有啊。吃的还是有开门。吃的肯定要有啊，那就旅游客了。旅游客不多，不可能旅游客在这儿不吃不喝。我跟你讲，旅游就这样子是最好的，旅游客不多，不用挤。那买纸币呢？这是一百两百吗？小美女，你的衣服呢？在房间。哎呀！哎呀，贝贝。太羞了。刚才这个人问我们是不是中国人，我说是，然后他特意播了一首中文歌，我估计是要给小费了我们。哦，他特意唱了首中文歌。待会给钱，我懂了。对，这能不能先搞定这一批啊？对。这新闻哦，隔壁演唱的是为我们演唱的中文歌。来来来，你继续跟他一起合唱。的一个我，他唱不下去了，他觉得那个不会。好了吗？你们？他觉得你为什么都没听他唱？你看。我都感觉是整条街都没人住，但凡有个人住，我觉得都会有一点声音吧。整条街都这么安静。